黑彪，我们都是男人，我宁死不失信。好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老二，在。上酒。 佩服你的胆量，老二在，放人，你留下，你去拿银子。老怀，你回去强行尽责住家里，不要让他跟外人接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快去快回。 少爷，您自己也得注意安全啊！知道了，快去快去！我去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！哎呀，老快，这人呢？不好了，大少爷用自己把金德给换出来了，让咱们拿钱去赎他呢。那我们拿钱去赎人就是了。哎呀，那。 账房上还有钱吗？快去啊！哎呀，咱账房上没那么多钱呢。那个金德呢？已经按照大少爷的吩咐安顿好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妈，您别着急，我回家去想想办法。樊浩不会有事的。美娟儿又要拜托你了。妈，您放心吧。老快，去备车。好的。 孟大少奶奶，怎么，孟家的男人都死光了，让你来赎人？黑掌门，我来见你有两件事。第一，我父亲蔡宣灵曾跟你有过节，由于他轻信了恶人的诬告，与开平矿的张毅一起写了状子，让你受到了朝廷官府的迫害。黑掌门也为此一度的落草为寇。 父亲让我借此机会向你道歉，并赔些银子以作补偿。听了你这番话，我心里舒坦多了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坐。 蔡宣林就你一个宝贝女儿，他就不怕你有来无回？说不怕是假的，但我相信黑掌门是江湖中人，会讲个义吧？难道真要压下诚心来送银子的客人？
说得在理，那第二呢？这第二是黑掌门，银票我已经带来了，请问何时可以放我男人？ 抓了一个孟凡浩，这孟家就没有男人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就让你一个女人来谈？黑掌门见笑了。我既然嫁到了孟家，就是孟家的人。我们谁来都是一样的。我来，不是更能显出我们的诚意吗？既然银票我已经带来了。 就请黑掌门赶快放人吧。带孟凡浩上来。美娟，美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凡浩，我们回家。且慢。 黑彪，这银票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都退下。你了解你男人吗？了解。那你知道？ 他和我老婆是什么关系？我知道。小时候，他对樊浩有救命之恩。从小，他们就以兄妹相称。由于命运的安排，他们都各自有了家。从那以后，樊浩就跟他再无瓜葛了。好像不对吧？他和你结婚之后。 和我老婆还有书信来往。你有什么证据？侯儿，不好意思，大嫂，上次晚上你给孟江送信，被我看到。没想到你会派侯儿跟着我。是。 那封信是我送给孟凡浩的，他关系到整个妖猫矿的利益，我送给他怎么了？关于那封信，我是从约翰身上搜出来的。如果你不信，可以自己去问谢先生。给我叫谢龙中过来。掌门，夫人。谢先生，当着大家伙的面儿。 您说说上回那封信吧。要这么回事儿？是我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夫人的，夫人听说后觉得事情重大，就连夜送到山下。给我下去！这倒成我的不是了。送信，派谁去不成？非得你亲自去送。恐怕不是为了送信吧？今天把话说到这儿，索性咱们都说开。孟凡浩，这孩子是谁的？ 黑掌门，难道你对这个也有疑问？我觉得黑掌门是一个心胸宽广、为人正直的汉子，没想到却是一个小人。也罢，如果黑掌门怀疑的是兰兰，那兰兰立即跟我下山，我带回孟府。如果你怀疑的是兰兰的孩子，
那我把他抱回孟府，亲自抚养，定视如己出。不知黑掌门意下如何？孩子是黑彪的，跟孟凡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黑掌门，事情已经说清楚了，银票我已经带来了，而且一分不少。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吗？那捡赎人是劫匪的勾当，我们这是镖局，你有个好老婆，可以走了。岁月如黑彪，你信守承诺是个爷们儿。人生无奈，万事随缘，和梦与梦境相连，爱情奇妙情。梅姐儿，今天麻烦你了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心里明白。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鲍文先生，这是总公司的电报，说金德先生在天津失踪了，问是否回到了滦州，请您迅速调查。怎么会忽略了这件事？听说他在窑窝矿修好了机器，就被送到车站回天津了。好吧，这将是我们击垮孟凡浩的一记重拳。连夜提起诉讼。我想，我们应该这样做。对了，美娟，你跟老胡说一声，晚上我请他吃饭。有什么事儿，把他叫到家里来说吧，不用请他吃饭。不行，在家里说话不方便，有些事情我得问清楚。我晚上还想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你慢慢吃。哎，我还想跟你说点事儿呢。我得去码头，有什么事儿晚上回来再说吧。对你来说，什么都比我重要，是吗？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能不能？能不能在乎一下我的感受啊？我怎么没有在乎你的感受？你这一大早上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樊浩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就从来都不关心我呢？我怎么就没有关心你了？你就是不关心我。你大少爷，什么事儿？衙门派人来说，让你马上去衙门听审。听审？什么事儿啊？孟凡浩，本官今收到开平矿业公司英国总经理鲍尔温先生的诉状。念。据天津的总公司电讯，英国公民金德先生在天津失踪。据报，不久前，
金德先生曾在腰窝矿的机房修理机器。孟凡浩，你作何解释啊？大人，确有其事。这个金德串通开平矿的鲍尔温，在我们购买的机器当中动了手脚，以至于我们的机器故障。还有大人，他说的这些和本案没有关系，所答非所问呐。啊，对呀。孟凡浩，请直接回答本官的问题。前不久，我们专程派人到天津，去请金德先生来矿上维修机器。完工当日，我派府上的人亲自送金德先生到码头车站等候火车返回天津。那么他到了车站以后，这个人去哪里了？如果我大英帝国的公民遭到了绑架，孟凡浩作为腰窝矿的矿主，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？对呀，如果孟凡浩说不清楚金德先生的下落，显然金德就有被绑架的可能。金德失踪，何人所为啊？孟凡浩，你可知情？据我所知，这个金德先生被凤凰山上的黑镖请去做客了。胡说！凤凰山上那是一伙土匪，他们的头子是黑镖。我看是你和他们山下山上相勾结，绑架了金德先生。孟凡浩，今天你不把人交出来，别怪本官立刻将你收监，待事情查清楚后再做发落。对我担心，没事。没事。郑三，哎，把人请进来。好嘞。这边请。金德先生，这边。进里边吧。大人，这位就是金德先生。见过大人。好你个孟凡浩啊，你敢戏弄本官！这话从何说起啊？大人是问一句，小的是答一句啊。他们被戏弄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金德先生，这几天您去哪儿了？这我们家大人为了您，那可真是大动干戈呀。大人，一个英国公民有权利在滦州的土地上自由行走，对吗？你没有被绑架吗？ No， 我被请上山到镖局做客了。你们中国的风俗很有趣，东西很好吃。何大人，您听见金德先生说的话了吧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金德先生还要去赶回英国的船。金德先生，在你回去之前能先去见见鲍尔温先生吗？不，他不像个绅士，差一点又利用了我。我先走了。崔楠，请。啊，好。大少爷啊，少爷，陈三儿，你去广东街准备酒席，咱们庆祝一下。好嘞，好，走。哦，我们走吧。来。妈，放这儿，您喝茶。妈，今天这么好的雅兴啊！听说啊，你今儿的官司打得很精彩，又赢了，大家高兴呗。我还有喜事要告诉你呢。什么喜事？其实啊，这离中秋还有几天呢。可是这半月比中秋的满月更美。满月啊，太圆了，圆得让人不踏实。老夫人，您这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，不过细想想真还是那么回事儿。哎呀，俗话说日中则仄，月满则亏，有道理。哟，哎，小静，哎，樊浩，怎么了？樊浩，来，
不是说要告诉你个喜信儿吗？他有了。真的？嗯。美娟，妈说你有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我今天早上就想告诉你呢。来来来，哎，那意思就是我有大侄子了是吧？哎，哎呦，来，美娟，秀什么呢？你看呢？哎呀，我早上的事情你别介意啊。当时我心里有些事情，你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告诉我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是是是是，是是是。要不然我跪下，给你认个错。讨厌，去你的！你早晨想告诉我的就是你怀孕的事儿啊？嗯。哎，都是我不对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其实也没有，就是可能我怀孕吧，脾气不太好。以后啊，你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想撒气，你就冲我撒，我绝对不还嘴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倒不用，我就是，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行。有，当然有了。现在我这心里啊，不光有你，还有咱们的小宝宝。哎，来。没事儿，不用。疼不疼？不疼。以后啊。做什么事儿都得小心点，别自己动手了，啊！我知道了。尿了尿了，快拿个杆子来！梦生啊，乖乖乖啊！哎呀，乖乖乖，不哭不哭啊！哟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，快去呀、啊，孩子哭呢！乖乖乖，不哭啊，去呀、啊！来来来，乖乖乖，不哭啊不哭，啊乖，听见没有、啊？别烦我了！天天梦生梦生，姓孟的生的，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你对我忍无可忍了，我对你才忍无可忍了呢。你那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天天帮孟凡浩换尿布，我够意思了。干嘛呢？干嘛呢你？别哭了，黑彪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从他生下来那天开始，你就想让黄婆子掐死他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冯兰兰，在你眼中我黑彪就是这样的人是吗？好好，是我干的，我他妈恨不得掐死他。我每天看着你和他生的野种，难不成你让我每天抱着亲他吗？嗯。黑彪，你要是有本事，我再给你生一个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要是有本事，我再给你生一个。这一巴掌。送我看透了，从今以后，
咱们恩断义绝。断就断，怕你不成？哼！啊，紧忙了一天，累不累啊？啊，还行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别说是大少爷了啊，我说，就是老爷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我，这是老爷给我的特权。你们什么时候看过我在井下因为喝酒误过事儿啊？啊，还真是啊，这么多年了没见您喝多过。嘿，那是，这矿上矿下这么多弟兄，谁敢跟我喝酒啊？啊，也是啊，我还真没见过谁敢跟您喝过酒呢。嗯，这。就这，哎，在这等我。是大少爷。这一趟煤船走了，下一趟的煤跟得上吗？应该没问题。现在咱的煤啊，从井下一上来，立刻就用火车拉过来了。哎，白天黑夜不断，煤啊是跟得上的。大少爷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这就好。咱跟天津那边的客户是有合同的，千万不能耽误。明白，大少爷只管放心。顾老爷，吴管家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晚上请你吃饭的吗？顾老爷，您看您这儿这么忙，那饭就甭吃了。咱们呢都是自己人，有事儿啊您尽管问我。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呢，您呢就只管吩咐一声就行。那好，你去吧。好的，大少爷。哎，走，都抓紧啊，咱去那边。哎，你麻利点啊。胡管家。是这样的，我听说了，顾老爷，您是想问我，官府监狱里那个牢头的情况吧？不错，现在看来事情都应该在这个人的身上。哎呀，前面的事儿，我估计小姐都跟您说了。自从我那个老邻居的孩子，就是那个姓马的狱卒，掉进煤河里淹死之后，我估计顾老爷有一天会问我这事儿，所以啊。我认真仔细打听了一下这个牢头的情况，我看这个人可不一般呢。此人不光嘴紧谨严，还嘴硬，是个蒸不熟煮不烂的猪，而且是个煮熟的鸭子，肉烂嘴都不烂。据说他因为这一点，连官府的何大人都非常器重他，有什么隐秘的事儿都交给他来办。没想到啊，这事儿得让我想一想。是啊，不过顾老爷这人也有个毛病，爱喝酒。好啊，那我就找一个能喝酒的人陪他好好的喝。今儿饭菜挺不错的啊。可不是嘛，读两把去。哎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走。哎，老胡翻本了这回。是啊，这老胡。哟，顾老爷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已经约好张班头了，一会儿就到。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先去一下。好。看见你们大嫂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看见。怎么了，大哥？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未归了。你和大嫂怎么了？别问了，带上弟兄，赶紧找人，把其他人给我叫上，跟我走。兄弟们都出来，快点出来，走了，快点出来吧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啊，快点，大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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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这滦州府住了这么多年，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个热闹的地方。哎，冯叔，我跟您说的话
您都记住了？记住了，就是只管这个劝酒、喝酒、喝酒、劝酒，其他的我就什么都不管了。对，那我，其实我这个人不是特能喝酒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我从小到大看着您喝，这么多年就没看您喝多过。这要是那他没喝多，那到时候我喝多了可怎么办呢？您放心，只管喝，肯定有人送您回家。好，那我就踏实了。哎，胡管家。哎，大少爷，这位是蔡府的胡管家。哎，胡管家，到时候你多关照啊。这是冯叔，外号酒腻子，跟我们孟家有多年的交情。哦，久仰久仰，听说您是酒仙呢。嘿，有什么酒仙呢？就是好喝两口。那行，今儿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们二位了，我可不管了。哎，顾老爷，您去忙您的吧，这儿交给我们俩了。好。来，这边请。爷，您来了。哎，坐。哎，好好。张馒头，我这位叔伯哥哥，那可是酒中仙呐。啊，今儿个让他好好陪你喝两杯。我是胡管家，这俗话说得好，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咱俩平时也没什么交情啊，怎么今儿个把我请到这庆丰楼，还冒出这么个叔伯哥哥陪我喝酒啊？您这是说哪儿的话呀？我张三路是个明白人，从来不喝糊涂酒。您把这话说清楚了。嗨，张馒头，要不怎么说，我呀就愿意跟您这种人喝酒。实话告诉您吧，今儿这桌酒还真不是我请的。啊？谁请的？我张三路有这么好的人缘，都抢着请我喝酒啊。这桌酒啊，是我这位叔伯哥哥，他请您的。哎，您仔细瞧瞧，还认识他不？嗯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点面熟。当初他们爷儿俩摊上那桩把米字旗的事儿，蹲过您的牢房，想起来没？哦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我这位叔伯哥哥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出来啊跟我说了好几回了，说您张班头为人怎么怎么好，在监狱里也挺关照他们，没怎么挨打，总说要请您喝回酒，可我也总是倒不出空来，今儿个终于抽出时间啊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哎，这不过瘾啊，咱还大的。哎，来，来这个过瘾的大碗啊。哎，来，来，什么都不说了，都在酒里了啊，先干为敬，请。好酒量，好酒量。好事成双，咱们再来一个啊。哎，鲍尔温先生，您来滦州这么些日子了，还没来这广东街上转过吧？是啊。跟您这么说吧，广东街上转一圈，这滦州府你也就知道的差不多了，转完了去庆丰楼吃饭，这庆丰楼的活煮鱼最好，用的就是咱梅河的鲤鱼，煮熟了那鱼嘴还咕咚咕咚的动，真是鲜美可口啊。来，咱再喝一个。嗯，别说喝一个，就是再喝三个我也不怕你。哼哼，我知道你喝不过我。嘿嘿，张馒头啊，谁说我喝不过你的？你喝。喝。来，干。
张班头，看您这意思，还真是海量啊。海量不敢，反正一般人喝不倒我。当初小马在时，他也常陪您喝吗？小马，小马那孩子有二两就站不起来了。那天晚上小马掉进河里，恐怕不是自己掉进去的吧？要不一定是喝醉了酒。我说胡管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琢磨着，这孩子莫非是暗地里得罪了什么人呢？胡管家，我就知道今天你请我吃这顿饭是憋着另外一股心思。哎，不，张班头，想多了啊，想多了。来喝酒。喝酒。喝。来你干。胡管家，实话告诉你，我张三路没别的，就是嘴严，不该说的话我是一个字都不肯说。是啊是啊，您张班头干的什么差事啊？啊，嘴不严那哪行啊，整天撒汤漏水的，那就什么事也甭干了。哎，你这才叫明白话。来吧，走一个。你倒喝。是吧？看见没看见黑掌门夫人还有孩子？那没看见啊？他不是在你们青山寨吗？我也没见着。哎呀，走丢了！啊，这真的没看见？那你们再找找吧。那有消息赶紧通知我啊！哎，走了是吧？太谢谢你们了，救了我们娘俩。但是，这里好像也不是什么久留之地。那这样吧，我娘家那儿还有座房子空着，要不你和孩子先去那儿住一阵子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来，这个你们拿着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那好吧。喝什么喝？都喝不过。谁谁说的？喝不过。慢着点。就是这。慢点慢点啊。哎，没事。哟，王协办，不该说的，我一个字儿都没说。你说了。我说什么了？我说，你说我喝不过，不是，你是喝不过。请请请，喝，接着喝。这人是谁呀？这是蔡府的管家呀。蔡府啊，蔡轩林。对呀，就是孟凡浩的老丈人。张班头那边得想点法子了。什么法子？你明白我意思。喝。喝多少都喝不过。
很多。老冯啊，老冯，老冯，哎，醒醒了啊！哎，快醒醒，醒醒啊！哎呀，来，喝口水。哎，这是哪儿啊？哎，在我这儿呢。哦，昨天晚上你喝醉了。哎，你平时不是挺能喝的吗？哎呦呦，喝！哎呦，扶我一下。哎哎哎，喝！哎，哎呦，烫麻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哎。哟，冯叔，哎呦，大少爷，您好点了吗？啊，好。哎，冯叔，您平时不是挺能喝的吗？您这回怎么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还说呢，不怕你笑话。来，你尝尝我这酒，啊，尝尝。